从局坡出来以后，就一直向西。我走过了山区，经过了荒漠，这是一片漫无尽头的荒漠。扁担长啊，扁担短啊，要别问啊，推磨软啊，抬起脚啊，朝前走啊。 把他绑起来，免得这小子半夜起来折腾。他们的脚镣被磨得闪闪发光，一片脚镣的声音，好像有人在高处不停地往下倾倒着生铁。快跑！快跑啊！快跑啊！赶快离开这个地方！赶快离开这个地方！ 烧掉！通通烧掉！快走，孩子，你快走啊！走，快走啊，孩子！烧死那个老巫婆！烧死那个老巫师！烧死！秋曼小姐，什么声音？小姐，好像是我家里人。秋曼，小姐，是他们吗？哎，我在这儿。小姐在那儿呢。找着小姐了。你可把妈担心坏了。哎呀！ 哎，耿鸟，啊，你歇会儿吧。没事，我不累。嘿，这家伙是个傻子。嗨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